边宇航45度的三分球漂亮，三分命中。虽然是防林志杰，张辉防了一个苏小新，好球给他拦下，苏若雨非常耐心，他这个协防就会从底线协防，多漂亮！哎，好的，可能本身对抗能力没有那么强，这个劲儿一定要使出来就容易用红了。正面福德森，今天第二次三分出手命中了。边宇航分出来，山东队再一次外线试投三分，终于有了。内外线一换人就比较麻烦了。看一下劳森，好球！下车，基地位，这球传得漂亮，不错哦。五秒，林志杰，这球山东队已经防出来了，还进。三分球作为主要的进攻手段。哇，胡德森这球厉害！张辉外线试投一个三分球。慢悠悠的，劳森中距离漂亮。看劳森强突，哎呦漂亮！看贾成正面，准备时间足够。硬，但还是好球。看掩护之后往篮下去顺下，曹汉林这球给慢了。啊，对。好球！边宇航外线的三分球漂亮。洛奇斯今天漂亮，在这个正面是一个都没投进。哎，十分的分差了，转身已经晃开陶汉林了。看劳森这球给莫泰，漂亮。但是今天的博洛西斯其实就是没有起到一个外援的作用。边宇航外线的出手漂亮。劳森又是突破，漂亮！两个中锋，孙明辉正面转的不错，赵岩浩这边空了，好球！赵岩浩骑马射箭，嘿，动作飘逸啊！孙明辉急停跳投，好球，两分再进。和小丁这个位置啊，稍微有点重叠。嘿呦，王汝恒关键三分球，边宇航啊，还得往里去，拿回来，漂亮！歪打正着啊，霸气的双手扣篮。还有四分钟啊，五分的分差不保险。边宇航漂移三分球，漂亮。刚才咱们这个还有一朋友说呀，这连篮儿都不敢看，明显告诉对方，哎呦，这个劳森啊非常厉害的一点什么呢，就是他确实面对区域防守呢，哎呀，王汝恒啊，好球，小丁这球传得漂亮。双方的总比分是来到了1-1平。这是山东队在11个赛季之后首次在广厦的主场赢球。